再先拿后面一点。凡哥，这个麦套是他们的，对不对？好，这给那 Frank。Hello.亚利基本的平安，诗篇一百零六篇来讲，恁着俄罗亚花，恁着感谢亚花，因为伊是好，伊是伊的主爱，永远伫地。是一嘴会讲起亚花的大关联，是一嘴会表明伊一切的名声。既然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这伙人就有福气。感谢主。今日咱早起来到圣殿中间，哦，咱作为起立，咱先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作为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撒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列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请敬拜团做咱来敬拜。Thank you.
今天是我们教会49周年的庆祝会，在昨天我们有参加朝圣长老的追思礼拜，在49年前他和几个我们的前辈说台语的人就出来建立台湾福音教会，这些前辈这时候已经坐坐在上帝那里，我们的乐福教会今天还有两位，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位，请你站起来，上帝呀，49年前就，啊，搁一位就是咱的陈文良先生。所以，阮即时特别爱唱这首歌吼。阮在青涩拢是七八十岁，有几个六十几岁吼。但是，阮就是要学因在人的脚步啊，跟对耶稣传福音，
明年咱是五十周年吼，唔嘛，咱的五十周年会当结侪侪果子，献予上帝。主啊，我很感谢你。今日早起是阮教会四十九周年设教伫即个所在。就阮过去看见你安怎来引带阮的教会，安怎来享受六福教会对四十九年前一直到今嘛，希望中间有经过侪侪的风雨，侪侪的挑战艰难。不过主啊，阮犹原看见你丰丰富富，收束阮教育的稳定，就求你帮助阮用一个感恩的心，在你的内面，就会当得到你丰盛满足的生命。就予阮有盼望、有信心来赢过这个困境的困局。就因阮的内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主有对你来，也是充满喜乐的生命。主虽望环境的困难，身体的病痛，不过主，我愿看见主你引带我每一天来跑走在你的天路的中间。主，我们就在这里献上我的感谢，我们向头前看，向头前走。主啊，亲像这首诗歌来讲，主啊，我在这，求你来找我，找我。主，我感谢你，今天会当正兄弟姊妹在这来庆祝四十九年的时阵，主你让我有一个信心，主看见主耶稣基督实在是阮生命的源头。主，阮特别把这个好的福音传给阮身边周围人。主，阮在这献上感谢基督。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一切荣耀，一定。那么感谢咱今仔日金色团体带咱伫遮有遮尼水的敬拜，感谢啊雷伟姐啊引带咱遮的兄弟姊妹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我们要来欢迎，不知道有头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做回来敬拜头一次的兄弟姊妹新朋友也没有、不知道我手中没有拿到名单、我们出面给小看一下，有新来朋友也没有，有没有、都是老朋友了、OK、专仪你旁边这位是 我是没见过了，阿专也好生啦吼，啊，真久无伫咱中间吼，是老朋友，咱欢迎伊啦吼。OK， 呀、yeah. ，OK， 啊，唔知这边也有无？有无？好，无要紧，咱作为为咱的这位徛起来吼，啊，咱甲咱的厝边隔壁，啊，来互相来请安。好，我们看报告之前有一项报告哈，真重要。今天是几岁生日啦？九岁，四十九岁生日哈，啊，明年就要做五十岁啊哈，真紧来。咱其实咱大人有些十了哈。啊，礼拜有报告讲，今天一个中道堂要加菜，对不？啊，要加几样我是唔知啊啦哈。不过另外一项就是讲，今天咱为着庆祝四十九年，所以咱的中道堂是教会要请咱食饭。啊，免两块，教会请咱食饭吼，过生日。好，无咱甲边仔人做伙来讲，乐福生日快乐！是。生日快乐啦哈 ，Happy Birthday！ 好，啊，咱来关心这礼拜教会的重要事项。祝你平安，让我们做回来关心本周重要事项。合会十月十九拜六晚崇拜，十月二十台语、华语、英语崇拜中进行点名投票，加计算预算的投票。
十月二十主日下晡点半，伫主堂召开头会，装修报告，中会堂的装修工程伫要完成，所需要费用95,000元，即马收到58,000元，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奉献支票，请写 EFCLA memo， 请注明中会堂。儿童事工报告，十月二七主日下载10:00-12:30，伫儿童馆甲中堂举办阿瓦纳发言地特别活动，有唱歌、特别讯息、中板比赛，请兄弟姊妹邀请社区的囡仔来参加。熟悉阿瓦纳要参加中板比赛的人，请向入许主任报名。鼓励兄弟姊妹奉献迄日所需要的礼物、糖啊、甲学生用品，详情请找入许主任。专教会灵修教材《活泼的生命》，定2020年《活泼生命》专年中文版、英文版、学生版、儿童版，本周起至11月初3日，请向团契小组登记交钱。多谢合作。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还有较侪内容，请看周报。刷落去，予咱做伙来祈祷。为教会祈祷，大部分幸福小组已经聚会四界，请为幸福小组的同工祈祷，求上帝予因力量甲爱心，伫个刷落去四界聚会中带领百姓熟悉主。咱英文的青少年三个团体拢需要辅导加入甲培养，求上帝兴起新的同工甲辅导。为肢体祈祷，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会当得到医治来祈祷。好，咱这时就为着教会，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传福音的需要，咱伫上帝面前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引带咱头，所以讲最最需要的中间，咱有缘看见上帝恩典是安尼满满，上帝恩典丰丰富富，收束在咱的教会的中间，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伫阮49周年庆祝的时阵，主实在献上阮的感谢，尽阮在阮的快乐对你来，阮的喜乐对你来，阮的平安对你来，祝阮教会最最的需要。我的英文堂在装修的中间，我在传福音的幸福小组在进行的中间，祝我有多多身躯病痛的兄弟，祝求主你赏赐你的怜悯、你的疼痛、你的恩典，让我在每一个中间可以享受在你的平安的里面。主啊，主啊，我实在在这里来向你来求，祝我知虽然我已经49周年，祝阮头前要真长的路爱跑走，为为着福音来跑走。祝求主你继续引带阮，伫每一日，祝阮第一要来结果子坐坐，要来带阮的亲戚朋友、厝边同事，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教会中间来认捌你的名。主，这是阮的心意，因为你49年前你设立一个台语福音教会，主。心意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就是要来传福音，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就是把这个福音加做做我们的目标，就帮助我们每一日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跟你亲近，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就我们就来跟对你，就我们的祈祷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都是主力传道，时间刚好主力传道。49年的周年哈，其实这礼拜我压力就大哈，是安怎？因为一般讲教会周年，拢爱主任牧师来讲道，敢是？对，安奈派我这个小小的团队哈，所以感谢主，上帝稳定教育，
所以特别为我祈祷哈，希望我今仔日莫讲超过时间，因为今仔是免钱的中道堂。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大家可能听无啥出来哈。Anyway， 感谢主，今仔是教会周年，我唔知大家对这个周年庆哈，一般你想个周年庆，拢会想个啥物代志？哎，今麦过就早，麦今麦就困去哈。周年庆你会想个啥物代志来 ？Free lunch， 无啦 ，Free lunch 是落户较有诶啦，外口较无迄好康诶。周年庆讲啥物？大减价，对，阿哥有啥物？啊？涨啊？哦，鸡卵糕哈，阿哥有啥物？送纪念品啦，对啦哈。所以一般。我的目的就是讲，一般咱想看卖，这个周年庆大概我们咧总是咧创啥物吼？所以今仔日教会感谢主，咱有这个 free lunch 哈，但是希望咱的重心唔是倒有伫个 free lunch 顶面哈。今仔日感谢主，啊，一方面嘛为我祈祷，我今仔要分享的这个主题，这唔是我定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帝伊的恩，伊的意思伫中。今仔日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叫做。赎罪日，这个北京话讲赎罪日的再思哈，就是讲赎罪日对阮的意义。其实我咧准备中间，阮某看到讲要准备这个代志，讲啊，确实你那遮尔啊煞风景吼，人伫咧庆祝的中间，你讲赎罪日，第一特别是我第一个相片用这张羊的种相片哈。但是愿上帝怜悯，今仔日我所分享的信息，毋是对我的嘴所要讲出来。那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的中间来显明。今天我要来讲这个赎罪日的这个事情。兄弟姊妹，如果你知道赎罪，这个赎罪的日是犹太人在每一年中间上最重要的日子，因为在那天他们整天都禁食，整天都在祈祷，他的目的是期待吃到这天可以将他们过去的一年中间他们所犯的罪来除掉，而这个赎罪日的完全的描写就出现在这个立位记的第十六章。所以今天我用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赎罪日的各一次来想说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部分我用立位记的第一章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跟大家分享。经文的一开始是一个真严肃的警告。这个经文大声讲到什么呢？讲到亚伦伊的大汉啊，甲第二个囝，伊伫会幕内底献百种的火，大家搁会记哩无？伫十种的时阵，伊讲却是迄个上帝降迄个火消失的代志。这种开始的目的。是要提醒人讲，就算你是尊贵的大祭司，你嘛是无权利会当自由入去到一个祭信所的内底。所以，阮看到讲，当人冒犯上帝，结果就是安怎？结果就是死。上帝甲摩西讲，爱提醒你的兄哥阿伦，家己两个囝是安怎样死的，唔通阁犯同款的错误。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其实无啥会当容易去想象，伫当当时，迄个以色列人伫会幕中，因按时伫遐献祭，因按时伫遐洁净家己，当当时的场所也是真紧。特别你看，这个是我伫网络上找到一个伫即马以色列一个伊遵照当当时这个会幕的规格，伊做一个模型吼。所以当当时，咱真歹去想看。买迄个时阵的情景，特别你即摆看你的四周围，伫咱教会真柔和的即个电火光，啊个大家你即摆坐即个椅啊是遐尼啊舒适，拄拄好，有时阵小看冷的冷气的温度，遐尼姊妹你看规个大礼拜堂这种气氛，你敢知影这种的气氛，其实对咱传道人有真大的压力。你敢知影是啥物压力？这个压力就是予大家唔通困去的压力。今仔日加上今阁是教会的周年，兄弟姊妹，你看你旁边的人是毋是因穿甲，听日是烟斗啊飘撇，
啊，这姊妹是人水花大蕊，敢那人只要礼拜到教会内面，就有上帝的同在。人礼拜教会内底，敢那亲像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敢那人一礼拜教会这种的情景内底，就会当有做拢下面的感觉。各位，我阁要请你来回想，古早咱去的这个传统的市场，你会记得古早你去传统市场内底去买鱼、去买肉、去买鸡，还是买鸭的所在？你会记得较早在传统市场遐动物，迄、那个血流到四地，四地拢是弧形在走，空气中充满这种真臭臊的气味。常常有迄种讲袂出来，迄种真无爽快，想要紧走迄种感觉有无？特别你会记哩，当你对市场转到厝内底，你第一件代志是啥物？毋是摕物件去冰箱，是去洗手、换一件衫的，甚至去洗一下身躯的。兄弟姊妹，这可能就是当时伫一年中间，伫以色列会幕中这种定期迄限制的场面。我甚至还没说到当时的会幕，请问那个祭坛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外面，在这旷野的地方，可能再加上风灰沙也不一定。兄弟姊妹，我在这里是要表达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这种的环境，我们这种的气氛，其实就亲像对那个传统的市场进步了到像亲像去 Costco， 或是这现代的超级市场一样，嘿，予人有一种错觉，这个错觉敢那亲像我做礼拜做了，我会做，全拢洗清了，所以真有可能人礼拜做了以后呢，伊就无需要逐工读圣经了，伊嘛无需要逐工祈祷了，甚至伊嘛无需要逐工认罪了，因为人会安尼想。我只要礼拜日去教会，搁充一个灯，和牧师祈祷一下，就凡事太平了。但是乡亲们，敢真正是安尼？所以咱转来到经文中，咱看当当时的赎罪的日，就是因为经过一年，当每一届这些以色列百姓，伊行了这个拄罪，甲这个洁净的限制的仪式了后呢，才伫会幕中。这是祭坛顶面，伊存留的这无洁净的，这垃圾的，不管是人，不管是场所，就必须过一届彻底爱洁净了后，圣洁的主上帝，伊才袂过一届待伫会幕中，甲人相隔之地。虽然今仔日伫教会中间，咱无亲像犹太人同款咧做过这个赎罪日。因为阮知影，感谢上帝，咱的主已经拢一届为咱献上这个赎罪的祭，所以咱今仔日无需要各为着自己献上真身来做这个赎罪的祭。但是我要请问各位，咱敢会因为无过这个赎罪日，就假准咱袂犯罪呢？我相信无人会安尼想，是毋是？当然袂，因为咱拢知影。无一个人未犯罪，因为圣经讲，世人拢犯了罪，拢需要上帝的赦免，并且咱爱定期会检查自己，去检查自己的属灵的性命敢有健康。安尼，我想这是赎罪的日一个真正的意义。伫圣经利未记的16章第30到第第六十记载，伊讲亚伦要入去到圣所，就安尼，爱带一只牛羔仔做赎罪的祭，一只绵羊仔羔做烧祭。伊就穿油的布，穿的内衫，嘛爱穿油的布的裤，伫身躯内底，腰下这个油的布的带，头顶油的布的帽啊，这拢是穿的衫。伊就爱用水洗身躯，然后佫穿。伊就对以色列的会中去掠两只山羊仔羔做赎罪的祭，一只绵羊仔羔做烧祭。亚伦就献自己
本身最赎罪者的牛羔，为着本身甲伊的家来赎罪。兄弟姊妹，咱看到这段经文，今仔日的属灵的意义是啥物？其实，虽然今仔日是49周年，咱用一个真 happy 庆祝的方式，但是我嘛要请大家，嘛爱真用真严肃、真认真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因为伫圣经讲，上帝是圣洁的。如果你还记得十六章头一开始我说上帝照着摩西去提醒这个阿伦，他两个儿子是怎样死的，这个伤心的回忆也是上帝很严肃的提醒。如果你会记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保罗说什么？他说不能骗自己，上帝是不能得侮辱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北京话说人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如果在我们中间兄弟姊妹，如果你有定期在做身体检查的，我想你看到你的检查的报告中，当你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绝对都不好过。你不只不好过而已，你看到那个报告，你说我一定要马上很快就要解决。但是兄弟姊妹，我要请问的，你是安怎样看你自己的属灵的健康的状况呢？所以我想今天你这段信息是要来提醒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不能让那个我真无用的心态去欺骗你，不去注意你自己的属灵的健康。我们要借着信心看到我们属灵生命中那个真正的问题，把这无讨上帝欢喜的心思意念，无讨上帝欢喜的行为，得罪上帝的，得罪人的，把他完完全全好，完全无保留的打开在上帝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并且要求上帝来帮助我来改善，求上帝来赦免。为什么要这样？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荣耀不能彰显在不愿意认罪的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的人身上。特别在今天，我们在庆祝周年的今天，我想信心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你和我，当阿伦为自己的罪还是他的本家来赎罪的时候，兄弟姊妹，我们有同样定期来详细检查自己的罪。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也要检查自己所掂的这个群体，不管是在团体，不管是在小组，还是在整个教会中，那得罪上帝的事情。希望我们能靠着信心承认我们有罪，因为当我们承认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愿意来认罪，最后可以靠耶稣的宝血去赎罪。因为安尼，上帝的荣耀才会当一直伫乐福教会彰显，甲阮同在，互阮唔但看到上帝的荣耀，嘛会当看到一个充满能力、充满见证的教会。第二个，我要来看，感谢主，当阮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时阵，上帝是主动为人赎罪的神。伫这篇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伊是讲到。亚伦就爱和那两只山羊来抽签，抽一只归和亚和华，抽另一只归和阿撒撒勒。亚伦就爱用那只抽签归亚和华的山羊献做赎罪的祭。那是那只抽签归阿撒撒勒的山羊，就活活爱放伫亚和华面前替伊赎罪，放伊去旷野归伫阿撒撒勒。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难解，特别当咱足注重一款圣经中迄个歹解的经文的时阵，有时这是予咱颠倒会入不起这个圣经读圣经迄个盲点，颠倒失去了原本会当明白这几大片经文意思的机会。所以今仔日我袂用足侪时间去解说这个阿撒谢勒，
因为我想这个不是这段经文上界重要的所在。兄弟姐妹，一个人如果无靠着圣灵，除非伊靠着信心，才有法度去明白迄个叫做三位一体，啊是道成肉身的观念。啊无，伊其实无虾米可能去明白圣经讲到迄个赎罪的真正意思。就亲像除非当咱真正明白，讲伊是上帝性格的属性，啊背日呢，就是咱人类犯罪迄个共同的来源的时阵，啊无。咱无法度真清楚去认捌赎罪的意义。我阁用一个例来甲大家解说。伫柏拉图内底有一个《理想国》这本册，伊内底有讲到一句话，伊讲公义就是予每一个人伊应当得到的物件。迄个意思是讲，是莫去管圣经内面上帝的公义有啥物搁较丰富的意义，所有的公义。基本上拢是以这个真多出发点，迄个意思是啥物呢？迄个意思就是讲，真正的公义是要刑罚所有做歹的人。真正的公义未去针对某一个真恶的人，还是讲真特别的人。真正的公义是会彰显伫你甲我的身躯顶。所以伫这种的前提以下呢？不管是有意的，还是讲是无意的，人常常因着罪的性，生出来就未去信任上帝。人生出来就会先去想着自己，人生出来就爱想讲先为着自己来活。所以呢，人永远嘛无法度去达到这个上帝的标准，人嘛永远无法度专心去听别人。所以照着上帝的律法，阮本来每一个人就有罪。所以不管是伫旧约，还是伫新约，你看圣经常常甲咱讲，人的罪，若是无予代替性的罪名去代替的时阵，安尼对上帝顶面来的公平的处罚，本来就毫无疑问会临到所有伫世间上的人。所以伫遮，阮想着。赎罪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个意义就是除去咱身躯顶的罪恶，但是这个代志敢有法度靠自己呢？未用的，因为这是上帝主动的工课。伫圣经讲，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犯罪的结果乃是死，敢毋是？所以咱只原本有罪的人，原本就应当爱受上帝的刑罚，但是天父上帝因为疼惜人。伊赐予阮有甚物人？耶稣基督，借着这原本就无罪的耶稣基督，成做你甲我的代罪羊羔。伊担当了阮的罪，毋是因为阮有做甚物好的代志，而是做了甚物，乃是上帝主动为阮来解决了迄个罪的问题。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这是遐尼啊奇妙的恩典呢？所以等下到经文到底？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阿撒撒日呢？内心我们要知道阿撒撒日是翻译，因为中文哈哈本我们的中文其实没这句叫做阿撒撒日，这个字这个字敢不是没嘛，对吧？你有听过阿撒布鲁，但是你没听过阿撒撒日，对吧？所以我看到圣经是用什么，是用音去直接去翻译的，所以我们无法度对字的顶面去明白这个阿撒撒日的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参考其他的翻译，大部分的英文都给翻作 Azazel， 或者是那个 King James， 或者是 NIV 版本它翻作这个 Scapegoat。 所以对希伯来文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字它其实是对两个字来组合而成的。所以头前那个阿萨就是母的羊的意思，后面那个舍勒它是离开的意思，所以因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讲，一只离开的母的羊，也是讲这个代罪的羊，就是这个 scapegoat 的意思。其实你看King James英文的翻译，亚伦伊讲，亚伦就爱为着这两只的羊来抽签，一只爱献予上帝，另外一只爱正做这个代罪羊。啊，第八十、第九十伊讲，从敬做代罪羊迄只羊，却是爱活的放伫耶和华面前。让他真多这个赎罪的罪，然后把他当作代罪羊，然后去控告。
迄嘛有迄个代表甲正人个罪提走个意思。其实有人讲，甲即个签归伫阿撒设立犯罪，即个签真做正人个罪带走个样，是毋是？咱会当搁较好了解即段经文个意思呢？其实无安尼翻，你继续读圣经，你咪看到对后来经文开始，即、这个阿撒设立个意思，个真正意思就是彻底牵刷甲罪，对迄个每一日、每一年一届即个赎罪日，迄个两只个大罪羊羔，阮看到讲一只是直接胎死伫即个赎罪祭个顶面，因为知影罪个代价是死；另外一只虽然无马上直接胎死，但是却拍着以色列人的罪，予人彻底牵刷去无人的所在。这个意思是代表这个罪对群体中间除掉，上帝未阁纪念人的罪。我看到这两只羊，其实拢是耶稣的预表。当施洗约翰记得耶稣讲：“你看，上帝的羊羔，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所以，看到兄弟姊妹，赎罪的本质唔单是赎罪，当耶稣基督为阮的罪死里底死在个顶面的时阵，伊唔单只有正做迄个大罪的羊羔，伊当时嘛提了，甲咱的罪提走。但是这个行为，佫有一个真深的意义。迄、那个意思是讲，因着耶稣伫死里个顶冠的血，予阮。无需要阁较亲像过去同款，对上帝有敬虔。伊的血是予阮甲上帝、甲天顶的爸会当合好。伊耶稣基督透过提掉阮的罪，消除了迄原本你我因为罪的关系，甲上帝所产生迄个隔离、迄个疏远。伊恢复了原本就应当有的亲密的连接，所以伫罗马书保罗讲，上帝牺牲耶稣真多赎罪的祭，用伊的血，予信伊的人的罪得到赦免。上帝宽容人，无追究人过去所犯的意思。保罗意思是甚物呢？当耶稣借着这个挽回的祭，来结束上帝对阮原本因为罪爱付出的代价，十字架顶面耶稣的死就成做阮代替的事件。上帝的旨意是透过这种的代替，来请这个无罪的主耶稣去承担你我原本有罪的人应当得到的处罚。最后，在第三部分，我要用利未记的第16章的23-25重新献上，予上帝使用来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安尼讲，伊讲亚伦就立比甲会幕，将伊立神所的时所穿迄油的衫裤留伫遐，啊，搁伫神的所在用水洗身躯，穿伊的祭司的服出来，献伊的烧祭甲人民的烧祭，为着本身甲人民赎罪，赎罪祭的油。就甲伊烧伫坛顶，当亚伦献了这个赎罪的油、赎罪祭的时阵，伊会甲圣所内底原本代表迄个悔改、谦卑的幼麻衫，会甲扛换落来，伊换转来伊平常时的穿衫。当伊换转来平常时的衫，表示亚伦阁恢复这个平常时的身份，然后伊会接着甲自己的烧祭、甲百姓的烧祭。一同烧祭来献上。当这个赎罪祭献了的时阵，对罪得到自由了后呢，亚伦甲百姓，阮直接看到，伊重新阁表达对上帝的奉献。兄弟姊妹，你敢有想过，是安怎一届代志爱做，同款的代志爱做两届呢？其实，迄个目的就是讲，因要表明，各一届将自己献乎上帝，愿意顺服。来服侍伊，所以这种重新搁一届限制，代表如果因无安尼做的时阵，便是因会真容易甲上帝迄个下罪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嘛，因为这种重新献上的祭，来表明其实这个下罪的恩典是上帝搁一届恩典满满
赐予因遮的百姓。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敢听过有人讲过一句话，伊讲啊，你上帝伊是会赦免我的，因为这是伊的天职。迄、那个意思是讲，反正我一直犯罪，上帝拢会赦免我嘛。但是如果咱安尼想的时阵，阮安尼是毋知影好歹，是咧乱用上帝的恩典。这其实会予人无迄个感恩的心，并且有一个真可怕的代志，是这种的思想会慢慢产生迄个新的罪。其实，中心的限制是要予这百姓中心去予提醒，当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嘛必须要有心思意念上的改变，而且阁要有生活态度上的调整。兄弟姊妹，今年其实是我今日属灵生命中真大突破的一年。其实我原本嘛无认为自己是有偌歹，求主怜悯，这就甲灵烧酒醉的人将来无要承认伊有酒醉是同款的道理。伫今年初，主任牧师王牧师伊邀请我去台湾，去高雄迄个所在，甲伊去参加幸福门训的训练的课程。我一开始甲伊讲我袂用去，但是真奇妙，竟然有其他教会的同工，伊鼓励讲，请我甲王牧师会当做伙去，因为伊感觉落后教会，伊要推动这个幸福门训，王牧师爱需要帮手。兄弟姊妹，千万唔通误会，唔是我足够的。伊是迄阵只有我无即个身份上的问题，所以呢，我啊，当时我拒绝的理由，是因为阮家有三个囡仔爱上下课，迄个问题无法度解决。其实我心内底想的是唔甘离开我温柔可爱的太太，所以当伊咧讲 ，Josh， 你去啦，阮来当轮流甲你接送。但是我实在是歹势去麻烦别人。甲阮太太参详了后，等到我的太太讲你去啦，其实你敢知影，迄代门训的时间真紧张。阮是做迄个礼拜日暗时，就是拜一哇凌晨的飞轮机。阮到台湾的时阵是伫礼拜日早时啊五点外，所以一到桃园呢，我要赶紧赶到高雄，爱赴九点开始的训练会。所以对礼拜日到礼拜四，差不多每天都是十几点钟，对九点到下晡九点的课程。我其实真不爱这样的安排，但是无法度。但是更加无想到，你敢知影是我到那个所在的时阵，我竟然是坐伫上头前第二排，王牧师坐伫第一排。我当时想要昏倒，我想讲这三天是要怎么过。但是那三天的训练会，兄弟姊妹，你敢知影？是甲我对头到尾彻底的更新。其实即马想起来，杨牧师甲因的同工有讲了什么，我其实都袂记了了。但是你敢知影？我那三天唔呐无爱困过，并且我每一天回来到旅社，伊拢已经十点外了。照理来讲，我应该是非常的忝。但是我感觉，迄当阵，我的心内底非常的激动。我讲，我一定要甲阮某分享我所经历着。但是，台湾的十点是美国的七点，迄阵是当迄个囡仔要出发要去上课的代志，迄个伊咧无闲，即要送囡仔出去的时阵，阮太太无法度了解。其实，伊每一工拢爱一个人，一打三有无？一个人爱面对三个囡仔，嘛真忝。佮加上我表达的能力嘛有限，所以我每一工想要甲伊分享，心内底迄个有一个真可惜的感觉，讲啊，是安那伊无法度甲我做伙伫遮领受迄个伫会场中即个圣神的恩膏，甚至我转来到厝啊，我面对面我嘛无法度佮一届重复去重复当时的感动。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其实我心内底有内伤，有一阵仔时间，我甚至无法度将当时我伫心中予上帝所点到的火，真实分享予我的太太，也是讲我所认识的同工。但是兄弟姊妹，到后来我明白了，我
原来上帝听我的祈祷，这是他借着那次训练会信心又一次点到在我生命中那个这段顶面的火。你敢知道我其实没跟什么人说过，我其实有很长的时间在一种灵里面无满足的状况里面，我其实自己说不出来，我甚至有时候感觉我已经决定愿意全时间我要奉献自己给上帝使用了，我应该很快乐才对。但是跟你说坦白话，我以前常常不快乐，我甚至很容易郁卒，但是我很会表演，我让大家看不出来，已经很郁卒，我还为你祈祷。我常常莫名其妙我会吐大亏，我会记得以前我的祈祷，我常常说不久几句话我就阿们了，我不是感动的阿们哦，我是说不出来说、阿们好了。我跟上帝祈祷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那几句啦，但是我很会插念，我都会插在念我的孩子。我带敬拜的时候我也没常常有感动，我只要不要吐出来，把音唱给准，把拍子拍给准比较大声的，这样就好了。事实上我感觉我的服侍根本一点就没亏力，我其实都在用我以前我在服侍的经验，我都在用我的火气在服侍。所以如果没有顺利的事发生，我就很容易会郁卒，我很怕出错。特别现在现在有时候我会说这是你在说台语，抱歉我来说一个，有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说怕说不对话，因为台语不是我原本的话，我怕做不对。其实我的服侍充满了怕吓的感觉，但是兄弟姐妹，我心里有一个祈祷，我一直很小声跟上帝求，我说主啊，我不爱这样一世人服侍你，我爱满有能力的服侍，我爱满有喜乐的服侍，我爱有信心同在的服侍，我要那种哪舒服哪坚定的服侍。其实我祈祷一阵子，我不知道上帝慢慢的改变我，直到去年教会我服侍这个幸福小组那个研习会，再加上今年两届这个幸福门训的训练会，我心里面非常的着急。着急什么呢？这在福气教会他们这分享的信息，或是说当天的见证，我心里面在想说，是怎么这些人见证这么有能力，是怎么每一个见证我听到都很感动，我都想要哭。然后我读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经文说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着他为审判，大家去责备大家。哦，我开始明白，当我在训练会中，原来我常常去让信心感动。其实在那几天，我得到最大的事情，兄弟姐妹，你敢知道？不是他先说了什么样的信息，我得到最大的事情，就是信心责备我，爱我认罪。其实我开始就为很多事情来认罪，为大家的脾气，为着大家的不顺服，为过去看重大家的需要，赢过对拯救灵魂的需要来认罪。我为大家在过去无好好注目，在主耶稣所吩咐的代志顶面尽心尽力来认罪。我为着大家真介意教会这种真平稳的生活，我来认罪。我甚至为我只有在嘴顶面称呼耶稣是主，但是我却无实际上来顺服。向上帝来认罪，唔拿认罪娘娘，等我搁一届明白，只有做上帝欢喜的代志，兄弟姐妹，我才有迄个真正的快乐。只有做上帝欢呼的代志，我的服侍较真正够快乐、甲能力。等我安尼做的时阵，我就无搁有惊吓，无搁有野心，无搁有郁卒。兄弟姐妹，不管我们信耶稣有多久，上帝爱我们常常检查我们的属灵的健康，
爱为每一件伫阮生命中遐无讨伊欢喜的心思意念来认罪，因为信心无法度带伫罪的殿内底。这个殿是教会也好，是阮的身躯顶也好。兄弟姊妹，你敢知？当我向上帝来拍开心认罪的时阵，真奇妙，我的重担慢慢就消失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阮的罪。已经为阮死，所以阮会当靠着这个信心，甲天顶的爸恢复这个关系咯。求主帮助，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四十周年，我想阮主爱看到，愿意看到是虾米呢？虽然有家财、有面钱的中道等，但是伫落福教会，即群属伫伊的子儿，会当重新去检查咱家己的软弱。清楚来明白，到位需要让信心来调整，让信心更新。所以当咱搁一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阵，信心会将咱的罪甲软弱拢提走，遐主动上帝荣耀伫阮身上彰显的，遐是姊妹，我乃用耶稣基督名来除掉。当阮承认自己的罪的时阵，上帝稳定。就会各一届降落伫阮的中间，信心会大大来充满，信心就会赐予阮有更加多的气力，有一直充满的稳固，有迄个一直充满的喜乐甲气力，就降临甲你甲我一直伫落佛教的中间。你愿意各一届献上迄个祭无？咱再回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今仔日，你感动我的信心，主啊，搁一届求你的信心，今仔甲阮做伙三个弟弟，主啊，咱无只是，阮伫遮无只是要听一批道尔，主啊，阮要今仔日离开教会的时阵，主，阮恳求你怜悯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活出主你信心伫阮生命中迄个。无断的这个源头不断的这个啊，气力，主啊，帮助阮伫四十九周年，搁一届献上予你，真做芳芳的祭，愿你感到，阮继续要用奉献来献上阮的敬拜，求主应允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阵，咱们用这条诗歌来继续真做回应。咱回应的时间，这个时阵，兄弟姊妹，请咱目睭会当开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想今天是回应上帝大好的机会，因为在教会周年，我们去讲到这个赎罪的日。兄弟姐妹，我要又一次来挑战大家，我要挑战大家，你敢有愿意为着主耶稣离开我认为真舒适，但是却无讨耶稣欢喜的生活？当阮称呼耶稣为主的时阵，阮敢有真正活出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当阮称耶稣尊主为大的时阵，阮就是爱做耶稣欢喜的代志，伊所吩咐阮的代志。如果伫在座兄弟姐妹，检查你有无满足你即马属灵的生命？你讲我想要为着耶稣活出迄个满灵的生命，特别我要来为你祈祷。啊，阵你有想过，予信心定定来充满，所以你会当无受限制伫灵内底有主甲主有密切关系，而且兄弟姐妹，我嘛为你来祈祷。这个时候我也要呼召主，你愿意兄弟姐妹，你愿意为主在今年开始，你说我的生命不够爱亲像古早同款，我爱真正以行动为主来传福音拯救灵魂的时候，上帝他就会赐予一个快乐，更新就会灵感。兄弟姐妹，你就可以经历对信心来的医治和改变。还有这心智的兄弟姐妹，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肝上，我来为你祈祷。主啊，怜悯你的百姓吧，讨棒你的百姓吧，就像亲像你古早，你较早跟我讨棒同款，将伊对软弱中，将伊对这个无信的中间来讨放出来吧。当因愿意回转来归向你的时阵，主啊，当阮各一届立志，重新甲大家献上当作活祭的时阵，主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姐妹啦。主，你无看阮是鬼火，你无看阮的能力活祭。主，检查阮是软弱，但是主你刚强，你满有能力，主复兴你的教会吧。祝福你的教会再度搁充满有能力。祝阮有时阵看到真济，咱去餐厅也好，去马克也好，看到真济搁是讲台湾话的人，祝因点菜搁无入来教会。祝福你落福教会，伫49周年搁一届真多，咱先给表达你的祝福吧。祝这是阮敬人的祈祷，愿你的更新。你的信心大大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主，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甲信心的交通，以及对天顶来的快乐，常常甲兄弟姊妹做伙伫地，我们今仔日行出去的时阵，我们就无阁同款；我们今仔日行出去的时阵，我们就能力愿意为主来活。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天我们聚会到这，愿上帝信心常常跟我们做伙，跟我们做伙在地，祝福大家。